1960年代，进入政治权力核心的蒋经国，一方面掌控情治系统，逮捕雷震，打压异议人士，一方面戮力经济发展，扫荡贪腐，推动十大建设。在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和石油危机的双重困境中，蒋经国带领台湾迈向经济起飞。9月16号周五晚间10点，世纪旋风就在公视13频道。